我喜欢没经验的可爱处男。不能这么说，不能这么说。虽然说就是没经验的可爱处男通常都会很可爱，我自己就觉得这样啊，我就觉得对处男很可爱，没有经验，然后你会想要教他，然后他的心里就会全部都是你，就是哦天哪是巴娜姐姐哦天哪，真的就很可爱。可是你真的要真的去教他吗？干超麻烦的啊！等一下啊，这好啊！我没有喜欢玩处男，为什么要吗？为什么要把我塑造成这个形象？我就没有啊！为什么要把我塑造成这一副很会玩的形象？我就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很可爱。我也没有不喜欢，不是我也没有不喜欢玩处男，但也不是喜欢玩处男。哇，没有喜欢处男啦！